欢迎来到《Gamer 与部落战争：提示与窍门》。这段视频我们将展示三个方案取得免费宝石。第一个方案就是完成成就，你就会得到免费宝石。举例，把金色箱子升级到第二级，就会回报你2个宝石。第二个方案就是清除游戏里的障碍，障碍包括树根、草丛、石头、岩石以及村子旁更多，消除一个障碍会给你0到6个宝石。第三个方案就是排位高，要排位高，你就得在部落竞赛里最高3个部落成为最高10位玩家，在最后2星期里，最高3个部落会得到宝石，第一名会得到20000个宝石，第二名会得到10000个宝石，第三名会得到6000个宝石，总数会从最高10名玩家分。